三角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那好吧，打完。上次有跟他交战过一次，只有办法解决掉他前面半步，他后面变身之后就太可怕了。火多。哇，快找到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哎呦！我觉得走那条路。走哪一条好像都蛮危险的，那其他路可以下去吗？哦，从那边下去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死，试一下。哦，他也死，可是我看到一个木板，我之后可以踩那边，其他就不用打。我的魂再说，都被打到。然后要啄他屁股。哦。逼着他，我已经很累了，没有体力了。秒了。
光靠火焰魔法不可能啊。要靠我自己砍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不不！啊！一直在这里，等一下灵魂难捡了。主要最起码第一阶段不要被他打到吧，单品啊，平地二阶段。刚开始遇到的时候有点难了，跳过去了就还好。伤害太低，让我看一看。哎、欸，让我看一看，我有什么比较好的武器可以用？看在这边看好了。好像没有呢。我现在拿这把已经是我能用里面。最厉害的了，这是第一轮。哎呦，目前应该是第四次打这只。
滚，我就没有体力了，还杀你耶。好险！点数也没点多少，刚好是等级一挑战玩家。对啊，这游戏真的是死是一种乐趣。我知道怎么举盾啊，举盾。但是举盾不知道可以干嘛，因为那个王那么暴力，感觉盾牌也撑不住啊。开场选盗贼，不如选一无所有，糟糕了。我选到一个很难打的，就对。怪真的很不友善，要不要楼梯爬？可以不用浪费水啊。哦，我知道右边有楼梯，只是因为我觉得啦，那个小怪太难打了。我要是去跟他打的话，扣的血可能还比较多。这么一打，怪真的是，不要管小怪，直接跑，吓到了！啊，路，直接摔死！
为什么上一闪到灵魂伤害者？那我跑这条看看，这条是那只骑士啊，没有闪掉的话就会受重伤。我也不想直接往下跳啊，对，很属意外。少数除了刺客之外，可以到处跑的游戏。可是刺客没有那么容易摔死啊！他要是有像刺客这么强的身体就好了。探索不够，还有哪一条路啊？你是说有一条要 坐电梯那个捷径的那个吗？之前其实是有慢慢杀怪，捡了不少东西了。像刚刚骑士那边向右转的时候，有捡到手上那个盾牌吧。有电梯那条很简单。好哦，那我等一下移动回高墙的萤火看看好了。再一次死掉的哦。
我的盾能力不够就别拿了，换有能力的盾，好，就把它换回来吧。这是我原本的盾，比较强的武器。哦，我觉得有人要打我。武器来换一下。用用看吧，伤害稍微高一点，气线不错，好。那地图灾害神光是那一点，我会没办法玩下去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地图神不是很好吗？啊，我的电梯嘞！现在招式感觉还蛮帅的，这样戳一下。下来是会有，会有敌人吧？印象中。哦，好强啊！哎呀，算了，我不跟你们打好了。好多，先走喽。哦，应该是左边吧。耶，我居然没有迷路，真的太神奇了。哈哈，别打，都忘记啊，不小心就会想打，很好胜。找到啊！用细剑不就有人？哎呦！用细剑的话，原本是砍他屁股，现在变拖拉机。越来越不妙。喷水是低速。等一下。好好，趁他变身了。前三，砍的时候不要把力气用光了。好，伤害够就去铁匠提升武器伤害。传授哦，传火第四场就是这个了。我家慢慢学着打王抓空档，让他攻击我们，我是很怕他那个连续冲刺的那一招。Well met. 'Tis good to see you in good health. What needs you this day?
强化武器吧。可是他，我没有灵魂呢。Pretty, be careful. I don't want to. 嗯，好。我觉得我要弄一点灵魂回来。没问题的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